乔姐，你听我说，现在爹正在气头上，你去又有什么用呢？再说了，自古以来儿女的婚姻全是媒妁之言，父母之命啊。是放手啊，放手，小姐，放手，宝钗，小姐，小姐，锦川呐，以他的个性，你爹又在气头上，现在他去找你爹，那两个人肯定是要吵起来的呀。是呀，岳父大人，如此做决定，只怕三姨妹她不肯。她敢，之前的婚姻我不同意，你看看薛平贵把那绣球丢还给老夫，这证明他不再想要这段姻缘，所以老夫让宝钏嫁给魏豹，那也是合情合理的。爹，这魏豹对宝钏可是一心一意的，等他跟宝钏成了亲以后，他一定会加倍疼爱宝钏，对爹也会十分孝顺的。宝迪，你说是吗？是啊，今日承蒙岳父大人成全，小婿就算做牛做马，也报答不了岳父对我的疼爱。哎呀，说得好，魏豹。老夫要你尽快把三媒六聘给找来，趁天黑之前把宝钏接回去，拜堂完婚。啊，谢谢岳父大人。慢着。三姨妹。二姐夫，你干的好事。我又怎么了？王宝钏，魏虎为你挑了一个这么好的夫婿。这不是好事，难道是坏事吗？你，哎，三姨妹，沉住气。娘子，你胡说什么呢？谁是你的娘子啊？小莲，你给我闭嘴！这魏豹跟宝钏成了亲之后，就是你的主子，你居然敢在这儿没大没小的？你当相府没人了是吗？给我滚出去！谁敢？小莲，我可没答应嫁给他。爹，这门婚事我不同意。这门婚事由爹亲口做主，由不得你不同意。哼！不，爹，女儿的婚事不是由爹做主，女儿的婚事是由皇上做主。皇上面前，爹自会去担待的。女儿不需要爹担待，只要把平贵找回来，那不就……住口！宝钏，爹是疼你爱你的，你自己想想看，那个叫花子不但衣衫褴褛，而且大言不惭地跟爹顶撞，还把那个绣球丢还给爹，爹要给他的尖子也丢在地上。你说，像这种目空一切的女婿，爹能要吗？爹，平贵不是目空一切，平贵更不是不尊重爹，是爹先侮辱了他。爹拿100两金子给他，难道女儿？就只值这么一点钱，宝钏呐，这100两黄金，那不是一个小数目，足够的薛平贵安安乐乐的享受一辈子了。你说说，爹这么做有错吗？爹，我看那薛平贵根本就是贪得无厌吧，他不把这100两黄金放在眼里啊，那是因为他想说，要是跟宝钏成了亲之后，那以后就可以继承咱们相府庞大的家产。那么多钱，不要说这辈子，就算再过10辈子，薛平贵那穷鬼也赚不了这么多银子呀。王迎川，你不要越说越过分，如果你再侮辱我的夫婿，我就不客气了。王宝钏，你好大的胆子，不但连名带姓的叫我，还一直说薛平贵是你的夫婿，难道爹为你做主了，那魏豹就不是你的夫婿吗？我不承认。宝钏，你还是死了心吧，薛平贵的亲事已经让岳父给退了。再说刚才在彩楼的事，不知有多少人在看笑话，这要传出去的话，长安城内相爷的3000金居然把绣球抛给了像薛平贵这样的乞丐。你想想看，不但让整个相府颜面尽失，明天相爷上朝的话，怎么面对朝中大臣呢？宝钏呐，魏豹说的不错，你看看，无论是人才品行，这魏豹都比薛平贵强上甚多，所以爹才叫你老老实实的嫁给魏豹。不，爹，皇上下旨要女儿彩楼招亲，女儿曾经告诉过爹，不管贫富贵贱，
就算抛给了一只鸡或一条狗，女儿也愿意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。那你现在的意思是，你丢给一个乞丐，你就愿意当个乞丐婆了？如果平贵的命运无法改变，一辈子要当乞丐的话，我王宝钏也愿意跟着他一辈子当乞丐婆。荒唐！天大的荒唐！爹一再忍让，你却不知好歹。如果你执意跟薛平贵，那我王允从此以后就没有你这三女儿王宝钏。爹爹息怒。相爷，不行啊，你消消气吧。夫人，你看看你养的女儿都让你给宠坏了，宠成这个样子，不但不听话，反而跟我顶嘴。宝钏呐，你就少说两句吧。爹，既然宝钏她看中了薛平贵，那薛平贵定有过人之处，请爹爹你就成全他们吧。是啊，相爷你要三思啊。不行，老夫亲口说的事情绝不能更改。今天宝钏嫁未报也得嫁，不嫁未报也得嫁。如果不嫁，那就不是我王允的女儿，从今以后离开相府永远不能踏入一步。你相爷，宝钏，事已至此，爹爹他是不会改变心意的，你就听爹的话吧。是啊，宝钏。娘，大姐，你们一个是最疼宝钏的娘，一个是最疼宝钏的大姐，你们说魏豹这个人我嫁得吗？三姨妹，如果你不喜欢魏豹的话，跟岳父说说去，让岳父重新帮你挑选。不，我王宝钏心已定。今天我一定要嫁给薛平贵为妻。好，这是你说的话。是，是女儿说的。你，哎，打不得啊！爹，求您息怒啊！我的女儿，我打不得吧？岳父大人，您的女儿您自然打得，只是如今宝钏身穿皇上御赐的凤冠霞帔，这打不得，确实打不得呀。那就脱下来呀。爹，像这种大逆不道、目中无人、忤逆父母的人，你打了只是脏了你的手，更气坏了你的身子。胤川，你给我住口！岳母，这三姨妹也太过分了，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，全是她自己惹的祸。就是啊。自己硬要选一个乞丐，还让我们大家跟着在这里生气，全家都闹成一团，这成何体统？王宝钏，我王允最后再问你一次，你答应不答应嫁给魏豹？三小姐，你就答应我吧。你放心，从今往后，我一定会好好的疼你，爱护你。我会全心全意地对你。住嘴！这辈子我是不可能嫁给你的。爹，我已经说过了，今生除了薛平贵，女儿谁都不嫁。好你个王宝钏啊！为父好言好语的相劝，怎么劝都不听，怎么劝都不行。你要一意孤行，执意嫁给薛平贵，你就不是我王允的女儿。从现在起，你给我出去！从今以后，永远不许踏进王府半步。啊，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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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王宝钏，你看看你，把娘气成这样。宝钏呐，你看你把你爹给气的，你就不要让娘再操心了。
好不好啊？爹，女儿不孝，女儿不是要忤逆爹，可是女儿真的下定决心一定要嫁给薛平贵，就算爹不要我这个女儿，女儿也要嫁给他。宝钏，好，王宝钏，你把话说得这么满，空口无凭，你敢跟为父击掌为誓吗？为师，女儿愿意陪爹击掌。宝钏，不，相爷，不，爹，不要，不要。爷，你怎么那么狠心呢？爹，求您开恩，饶了宝钏吧。爹，求相爷饶了小姐吧。相爷，你们统统退下，谁也不许说话。王宝钏，你还跟爹再敢击掌吗？你不敢了是不是？如果你不敢了，爹可以原谅你。你答应我，嫁给魏豹。宝钏，你就答应吧。你放着千金小姐不当，难道真的要当乞丐婆吗？
王宝钏已经死了。小爷，小爷，小爷，王宝钏，听到没有？把他凤冠霞帔脱下来。这凤冠霞帔是皇上赐给爹的，宝钏当然没资格再穿着。再说，好男不要家天地。好女不穿，将十年。小姐，小姐，不要啊，小姐。女儿今天忤逆了爹，女儿真是大逆不道。女儿出了这个门，只要薛平贵没有飞黄腾达的一天，女儿是绝对不会再踏进相府一步的。所以爹，请让女儿在这儿跟爹拜别。谢谢爹，这么多年的养育之恩，女儿无以为报。女儿不能再在爹的身边照顾爹。
爹，请爹好好保重。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我想跟你去，我要跟着你，我去服侍你啊！慢着，小莲，你是我相府买来的丫头，如今我三女儿已经死了，那就去服侍金川或者银川。如果你离相府跟他而去，老夫今天就活活的打死你！小姐怎么办？怎么办啊？女儿不会带小莲走的。小莲，你就在家里替我好好服侍夫人。你替我跟夫人说一声，她不孝女儿没有去拜别，请原谅。小姐。心狠，就这么狠。三小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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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出这个大门，以后我王宝钏就不是相府三小姐了。可是你不能走啊，三小姐！不能走，三小姐，你不能走啊，三小姐！不能走啊，三小姐！不能走啊，三小姐！你们都起来！这些年来，谢谢你们的照顾。你们都起来，起来吧，起来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呢遇到他们当中的一个人，他好像叫张伟。张伟，嗯，是谁啊？他。说他好像是薛公子的结拜兄弟，就留在他们武家坡里面，小龙童说勤练剑圣。三小姐，从小玩到大，我从来没见你这么失魂落魄过。人总是要长大的嘛，我现在才知道，原来感情是这么折磨人的东西。
乃真，我问你，你真的这么喜欢他吗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你就放胆去追他。这样，咱们先不走，找到他，跟他说清楚。谢谢你，琳娜。但是我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，我不能再为了儿女私情留在中原了。可是，听说王相府的三千金抛绣球被一个乞丐捡到了。是啊，现在整个长安城都知道那名乞丐抢到了绣球。不过什么呀？听说相爷啊坚决不承认这门亲事，还把那乞丐赶出了相府。哎，故事上不是说不管抛给谁都得嫁吗？这相爷他怎么这么做呀？是啊，怎么可以这样啊？你听到没有？他被赶出来了。那咱们去找他。不行，我都已经答应要回去的。如果现在再耽搁的话，我在父王母后面前就再也没有诚信了。那怎么办呢？那咱们回去。薛平贵，我好高兴听到你被赶出来。如果我们有缘，等我攻下大唐后，我一定第一个来找你。刚才耽误那么久，平贵一定已经出城了。这武家坡到底在哪儿呢？请问你知道武家坡在哪里吗？我真的不知道，不好意思啊。请问你知道武家坡在什么地方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大哥到底去哪里了呢？城里城外我都找遍了。鬼哥，你不要再想他了嘛！世上的人都一样，嫌贫爱富，那个王宝钏也不例外。我相信，宝钏不是那样的人。对，平贵说的对，倒是你刚刚说的那个什么王丞相啊，嫌贫爱富，那我就没办法了。这真是太过分了！这皇上明明下旨说，无论是谁抢中了绣球，他都要嫁。怎么说反悔就反悔了呢？对，抛中了鸡啊，就要随鸡飞；抛中了狗啊，就得随狗走。是啊，如果他抛给猴子的话，就要跟着猴子翻跟头，对不对？行了行了，别在那边耍猴戏了，起什么哄啊？没看你平贵心情不好啊？就是起什么哄啊？鬼哥，嘿，对不起啊。没有没有。平贵知道你们是为了我好，我心领了。其实我不是为了王丞相退婚而生气，我只是觉得我愧对了三小姐。贵哥，不管怎么说，你跟他已经结束了，坏的结束就是好的开始，所以贵哥，你觉得我们两个可不可以？小七，我知道你是个女孩子，这段时间你也对我照顾有加，我真的不能辜负你，所以他在说什么？我怎么都听不懂啊！他这样子是接受还是不接受啊？小青啊，就三个字，不接受。奇怪，我都听不懂，为什么你们听得懂啊？来来来，坐。你怎么会听不懂呢？啊，大家都听懂了。小青啊，
你就别再痴心妄想了。别忘了，平贵跟我们是拜过把的，你呀、啊、就别再纠缠平贵了。倒是那个王丞相，我觉得平贵啊应该好好用功读书，来年考个功名，气死那个王丞相。怎么说，没有了王宝钏我还是没有希望啊。哎，小青啊，你就别难过了，不是还有我照顾你吗？啊？你去死啊你！我等你呀，我早就饿死了。告诉你，我跟你是永远不可能的。还笑？再笑我打死你们，信不信？不接受！快走！来来来来来来，张伟，过来过来。大哥。要这小青啊要有耐心，听说过皇天不负有心人吗？听过听过。哎，好好努力。哎，大哥你就放心吧。嗯，去了，我的宝钏在哪儿啊？宝钏，谁知道啊？你看他把爹气成那样，要是换成我是爹，早就不要他这个女儿了。银川呐，你怎么这么说话呀？你们可是亲姐妹呀。是啊，银川，自家姐妹闹成这样，成何体统啊？是我要闹成这样的吗？娘。你刚刚也看到了，是宝钏直接叫我的名字，还跟我大吵大闹的。娘最偏心了，只疼宝钏，一点都不关心我。你听听，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？你们三个都是娘十月怀胎生下来的，都是娘的亲骨肉，手心手背都是肉。娘哪里偏心他了？是啊，这手心肉多，手背肉少嘛。你，哎呀，银川，你这样说话我真的很心痛。咱们姐妹之间一直是和睦相处的，关系那么融洽，今天怎么会闹成这个样子？大姐，我对你一向都是很尊敬的，是宝钏她自己不知好歹吗？不行，我得去找宝钏。娘，我要去找宝钏，我要去找宝钏。夫人，宝钏，夫人，夫人。小姐，小姐被相爷赶出去了。娘，求夫人做主，请相爷不要赶小姐走。小莲，一起来。谢夫人。我去找相爷，我去找相爷。相爷，你回来的正好，我正要去找你，你为什么要赶走我的女儿？你还我女儿。我要我的女儿回来，我要我的女儿啊！夫人，我何尝不要女儿？是她不要我们，她只认那个薛平贵。爹，宝钏抛绣球，抛中了薛平贵。您就是再不满意薛平贵，以后你可以帮帮他。为何你要把宝钏赶出去啊？是啊，三个女儿当中，只有你最懂事。最贤惠，你替爹想想，宝钏她一意孤行，哪怕和我断绝父女关系，也执意要嫁给那个薛平贵。你让爹该怎么办呢？啊，娘，爹就是嘛，爹说的很对，都是宝钏的错，还有那薛平贵勾引宝钏，更加该死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银川说的有道理吧？相爷呀，这宝钏从小咱们就宠着她护着她，可是女儿长大了，她总有自己的想法吧。夫人，我告诉你，从现在开始我只有两个女儿，金钏和银钏。你至于三女儿宝钏，
今天他已经死了。你怎么那么残忍呢？说我狠？想想他对咱们两个老的说的做的，不更残忍吗？我告诉你，老夫已经下令府里所有人都不准去看他。若谁要违背我，将与宝钏如同，赶出相府。爹，宝钏毕竟是你的亲生女儿，娘要是想她了，想见她也不能去吗？不准！娘一定要去看她，那我就休了她。爹，相爷，相爷，娘，你看爹已经气成这样，你就不要再护着宝钏了，要不咱们相府就永无宁日了。哎呀，金钏呐，娘可怎么办呢？您别着急，别急啊，事到如今就只能看宝钏的造化了。夫人，大小姐，求求你们帮帮忙，想想办法吧。小莲，你给我住嘴，这里有你说话的余地吗？死丫头，我问你，那薛平贵是不是你带进去的？银川，好了，这件事跟小莲有什么关系呢？你不要骂她了，再说她也只是个下人。娘，你也折腾了一天了，还是好好休息吧。娘没事，你下去吧。是娘。娘，小莲，大小姐，你赶紧去看看，看看小姐她去哪儿了。大小姐，我本来是想跟着服侍小姐的，可是相爷说，如果我跟去的话，他将活活把我打死。娘，爹他这么生气，你看现在到底怎么办呢？小莲，你别怕，你尽管去，有人问起来你就说是我让你上街去买东西。相爷呢，有我顶着呢。谢谢夫人。快去吧。是。娘，事到如今你也别太担心了，以后就看宝钏的造化了。你说那个宝钏呢，他怎么就那么倔呀？为什么非要嫁给那个薛平贵呀？娘，我觉得宝钏一点都没有错，我和苏龙也觉得薛平贵并非池中之物，有朝一日定能飞黄腾达。娘，你就放心吧。但愿如此吧。宝钏呐，你好狠呐，你怎么丢下娘就管自己走了？我的女儿，宝钏呐。王宝钏啊，王宝钏，既然你决定嫁给薛平贵，你就应该要坚强。接下来的日子可能会更苦，我一定会撑下去。我一直在相府里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，不管多远总是搭车成轿。今天我出了城，走了那么长的路，我才体会到那些贫苦人家的生活真是艰苦。哎呀，哎，
武家坡。从此不再怕。